恭喜啊，冠军！你怎么知道我是冠军啊？嗯、哦，其实你猜对了一半，我确实是冠军，但是奖品不是香皂，这个是我同学赢来的。嗯，给你。那就谢谢了。怎么样，山里的风景是不是很美啊？不怎么样。哎，没事吧？你把包给我，把手给我干嘛？小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一周上2天，不能迟到，不能早退，啊，去吧，熟悉一下环境。嗯。嗯，好，谢谢经理。好好干啊。嗯。有没有少什么？是十一送给你的吧？小菊，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你还没有想明白。我帮你把包追回来，你打开包的第一刻没有看手机，也没有看钱包，而是第一时间看了他送给你的发夹。你是喜欢十一的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大图啊。那是我不小心，为何一个小小的表情让我知道真正的内心，其实我要忘得很干净。